碳水加肉的快乐，谁能拒绝这一大锅东坡肉呀？杭州才不是美食荒漠。为什么在楼外楼没有吃东坡肉呢？因为想留到这儿吃。这个是中台东坡肉，我的天呐！红烧蹄膀，这是熬的猪油吗？还是？我的天呐！啊，我要一块那个东坡肉，瘦一点就行。啊，这个可以，谢谢。不剪，把绳帮我剪一下就行。好食堂1987。怎么黑板点餐？2楼2号桌。好的，我是今天晚上的第一桌。38一块的东坡肉，我没有把它剪开。我的天呐，把送的汤也倒进去，鳝丝拌饭，它一端上来就有很浓的姜味儿。好油润呀！它放在大锅里的时候真的是太馋人了。哇，毛肚的它肥而不腻，我就应该再来一块肥点的。抛开这个东坡肉不讲，有没有人追雨凤行的赵丽颖吃红烧肉？那个真的太香了！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对扣饭有执念的人？搭建堡垒完成。它这一份拌饭里鳝丝还不少，就装在这种铝饭盒里的，就特别有年代感。米饭就是一种诱人的浓油赤酱的颜色。很油润，胡椒粉味儿、葱姜蒜味儿都比较重，腥味儿我倒是没觉得啊。这叫什么？胜算在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我身边来南方的小伙伴，就是他们这个数据吧，都差得一批。来吧，二蒜，出个好兆头。刚咬了一口的皮。其实我看他们家摆那个大肘子也可香了，我这个真甜咸口的那种，爱吃肉的碳水脑袋真的可以骂出这两家店。比过年都嚣张，那一个月跑10斤都不叫事儿，这玩意儿。三儿，妈妈带你去找新朋友，这么多喵喵，看看。哟，还没跟你打招呼呢，是不是？哇，你们都过来了，闻闻香不香？闻闻香不香？没事没事，只要你手里有零食，猫都纵着你。哎呀，我的颜值就是无敌！喵，真好，这么多只猫还没有味儿。猫科动物真的会爬树，你都已经占领制高点了呀，祖宗啊！胖子，叫谁胖胖子子，呢？哇，跟个毛巾似的！你这大长尾巴，你怎么不抓自己的呀你？看我们都多长了，比我上半身还长，是不是？猫猫的小房子、小别墅，妈妈先走了，妈妈要先去吃大肘子饭了，拜拜。来，今天的员工餐准备开始啊！牛屁呀！棒极了，这小颜色。自己家做的小龙虾，哇，厚切三文鱼，这可真厚呀！这不是看着就香的那种，哈哈，这也太讲究了。开始那个了，我的妈呀！北京四点了，这边四点皮，皮儿都不用剥。刚刚这小龙虾都一只一只挑的，还去了头，看起来还把沙县给吃。大哥做饭真的太香了。小时候有没有人逮过这个玩意儿？
炸的好酥呀！哈哈。说这儿的员工一个月涨十斤，现在你们下次了吗？我要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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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要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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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说昨天晚上就吃了烤肉，屋里的味儿还没有散。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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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要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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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休息了呀，来吃工作餐。赶紧把这口猪耳朵饭吃了。上那么的一大盘鱿鱼，我的妈呀！这洗猫猫和狗狗还是分开的，这是我们喵藏第一次洗澡，洛特猫呀，干干净净，是不是我们香香的？今天妈妈抱着你睡好不好？不洗啊，宁可不让你抱着睡，会不要洗澡。哦，这个是猫猫的，害怕吧？我们想出去。爷，真老实，凶死啦，凶死啦！跟他们家爆肚比起来，我更喜欢那个档口，点心啊、酱肉啊，种类都特别多。爆肚满的糖火烧，在我心里真的是数一数二的。我要了四个糖火烧，他给我拿了四个烧饼。哪天我高低得把那个糖火烧补上。豆馅其实还是不少的，而且他们家的豆馅火烧层次做的特别好。不是很甜，但是他们家的豆馅会稍微偏干一点，有一丢丢的噎人。哇，那个白芝麻好香啊，这是一个我老公会跟我抢着吃的甜口的小吃。应该好多人都看过我妈妈做那个驴打滚吧，所以我没有买他们家的驴打滚，我买了年糕、豆馅脑袋嘛，我就喜欢一种看得见颗粒的豆馅。像这个年糕它是蒸的，就一层层的铺上去然后蒸的，所以这个豆馅它会更水润一些，不是很甜。然后年糕的这个白色的是能嚼到颗粒的那种糯米，这个爱窝窝的好软呀。其实我觉得他们家这个爱窝窝的构造啊和那个年糕差不多，但是我看到柜台里只剩下这两个了，没忍住把它给装上了。像这种爱窝窝呀、驴打滚啊、年糕啊这些东西，就尽量还是当天买当天吃。这个枣果子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，上面是颗蜜枣，平时当个早点什么的也还不错。牛舌饼长得和我平时买的那种点心店、稻香村啥的不太一样，外壳特别的酥脆，中间也是那种甜甜咸咸，带一点椒盐，还有一种麻麻的那种感觉。他们家这个糖耳朵做的其实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不好吃甜的。然后我就又去了一趟，不仅买了糖火烧，还买了肚包肉和烧饼夹肉，嘿嘿。烧饼加牛肉15。它是连筋带肉的那种，但是瘦肉会偏多一些。趁着回光去吃一口。绿了，我就说马上绿了。不是吗？糖火烧今天终于不烧，有点晃，看看这颜色都看不见白面，还能看见红糖的颗粒。我觉得他们家糖火烧没有以前放的料足了。以前他们家那个糖火烧吧，平时是脆的，而且油用的也比较大，就还会掉层掉渣的那种。还买了两个肚包肉，这家伙跟蜂窝似的，哦，蜂巢似的。那个肚包肉凉着时候真是咬不动，虽然我觉得它热了一下也不一定能咬动吧。还有骨头，这么大一块，不过味儿确实是还不错啊，你们可以尝尝，就那种一个个小小的那种酱完了的直接能吃。好了，我要去热两个豆馅火烧了，拜拜。